每回就去人太多了。但是那边线不好，那边只能看看一个方面。对呀，我们争取长春、雕塑公园、天安门、颐和园都能看见。等到十点不放吃了。哎，这放的多。马上就九点半，差一分钟。这放的多了。喂，这个好看，这个好看。